超级。然后你吃很多肉，对？我几乎还跑去鱼市出那个超大只的虾子。超大只的虾子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！这个在哪？我。那什么？没记住呀。哎呦！我到了。嗯。我到了。哎，我改天没有化妆不行。文东早，你去倒呀？啊？你那个？四只五百。哇，那么多啊！四只五百。四只五百。哇，今天大车啊！加一样。一块百啊，几块？啊，你咩？这啥？到两百来。啊，差不多啊，嘛不看大车啊。有啦，我停个细车，你看好无？啊，一块一块。啊，这个谁家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你们你话。你阿婆，你给谁家的？你们谁家？差不多就给谁家。对啊，给谁家啦？不差啦，狂噻！那是不谁家不了出来了，想搬到我家。老魏，我到了。嗯，我到了。对着来，我并没路啊。嗯，我到了。你讲有，我是讲，你过来搞公鸡。我到了，我叫专家来。滚哦，汤米滚！你不想看就滚远一点，不要来吵我。我没有封你的话，算对你很客气了。白虾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来这边讨挨骂？你是天生就是欠骂的人吗？汤米。我上次去骂你骂那么惨，你还要想要来？刚刚差不多啊，是天生欠骂吗？可是我骂人是需要钱的，如果想要人家骂你的话，你滚去旁边去哦，不要来吵我。看起来你自己喜不喜欢啊？哎，米封到了。哦，我已经封了。好，六啊嘞。再去打。我叫咩？叫小。你用花来吗？你先讲。你跳战术你不怕吗？厉害，厉害！我们机会我卖了，你不喜欢，我你挑战，那还进我。我故意不封他的，我要看他到底多，我要看他多大底多深嘛。刷一杯能包吧？那你们看到，因为有一个有人的个性到底可以有多低落，有多。对啦，爱我当啊！你听我不要讲，我不想骂，讲太过分了。再看八年啊，无分呢。三倍啦！我倒是太细，我就想到这样子。两倍的都济啊！老周，早上，董事长。对啊，下一天没什么人。而且其实他不是台湾的。下次。他好像是香港之类的吧？还是马来西亚？卖500块4条嘞，对啊，500块是4条嘞。啊，这个是打狗的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含水，这个不挂机。这个是不含水。现在再买300，两百。哎，还得买两百是吧？对。够吧。200，买300好不好？第零三，300好不好？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给我骂的哦。好啊。你们比较熟的，应该知道他上次亲友来给我骂过。那我就不懂。大哥的，那个卖司机，他应该是喜欢我了。
堆来着嘛，得抽最后。你要买两个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好了，结束了。现在要吃什么东西都开始有涨。我没什么气质啊，谁跟你讲我有气质的？奇怪了，你是文凯，你是误会了。早上来，我们再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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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加坡吧，是500块，两是250啊，它是500。所以包的话，你那边要，你就看店，再三好不了，再两个。那先老好啊，老好看。你看老好，来吃，无这时间去买菜都嘛一大堆人啊，今日嘛还好。我给你发。价格好嘞。苹果薯泥那个，那个很好吃哎。
会吓到我，地震还好。那你要跟养小孩，今天养小孩，看到你没有？其实老实说，九二一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害怕，我觉得哇这么大，太多不要房子不要倒下，我就这样想，只要房子不要倒，我都不会觉得。还有吃这些，看出来。那我问一下，我有试过，我有试过啊。有些便当店会用那个。我有试过这种味道。这个也很好吃。它是虾白肉对，它不能吃肉对，它吃肉会说，哎你贵病啊。我很爱吃虾。他不能吃，太可怜了。这是我自己煮的，几乎东西都是我自己的。这么厉害哦！要什么？鱼跟这个鱼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自己看这个摆起来是不是就很好吃的感觉？那是你自己煮的吗？那我自己的虾子啊。是哦。你的虾子啊，有你煮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个小姐，跟哪个那个？今天没有水喝的话。好。我要用那个老六哎。啊，这个子。好你把门先打开，就好了。怕那个突然摇得太大力，然后门卡住，打不开，那就麻烦。这几杯老师呀？两杯饮料不？现在五点八嘞。好糖啊！不买呗。好啊。买百分，开玩笑哎、欸。嗯。哎，你们每天喊喊喊也很需要。你干嘛上班啊？盗用别人的偶像如何处置？没办法处置啊。盗用偶像没办法处置啊。大树的话，主要是今天下雨，那个要带这样的几个带。看这一包我，这个围塘，这一颗围塘。对啊。为什么里面有那么长？为什么那么多？围塘不是小小一颗而已啊，反正都带三分之一而已嘛。这围塘怎么要大颗啊？那给你。得这个切成，它一定是切没有切，没有切开来。没有，有三块。哦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有虾卷，有大的小的，还有右边有大小虾卷，有看到吗？虾卷有小的跟大的。副部长，哪一个？哪一个是什么鱼？这个虾刀鱼。750，这个是叫750。750。这鱼怎么办？没来。这怎么办？
条两百。一公一条两百。一公小贝两百个。这个小帮手没有自带。贵两百个。木人就不找。三只最近可能在当，很有双脚加了，知道那么系统确认保存住，现在帮忙。哎，别忘记忘记，这我上噶。我开车，我记嘞。你这大只。以前我买鸡啊，我上。啊，你开车不？忘记。啊，忘记家己来看好不？啊，伊叫伊家来看，因为。哎呀，啊，无爱。做做餐嘛，别搞遐大。哎呀，我买鸡啊啦。哎，做做餐嘛，别来遐大只啦。我咩啊？鳟鱼吧。对啊。一间啊，我都买这一间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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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黑金家最后加，好，很贵嘛，一百就是。还是你要三百，还是要三百？好，不多，我真的讲不多，这是六 A 楼。啊，这大的，对啦。这是六 A 楼的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多。我看看你三百多少，再决定要三百。差不多这样。好。百。你要五百就给你多一点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大家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人生又不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每个礼拜都来买，就不用一次买太多。以前都买到拿不动。现在每个礼拜来买一点，买一点，这样比较新鲜。对啊。吃起来压力也不会那么大。太多的话，吃起来压力很大。对啊，早早的吃完再来买就好了。满冰库永远都是满的，好可怕哦。其实冰库满的，其实吃起来压力很大。哦，还这么多，我要吃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要打开冰箱说哦，对啊，多吃点。啊，可无吃惊无钱。而且还会放到忘记。对啊，无都惊无钱。拜拜。要干嘛？两只两百五啊！那个太大只，还有小只的。两只两百五啊！对啊，这个是我今天最大只的。哎，哎，哎，这种贵一些啦，袂？就五百。贵点？四点。四点，这边四点还是几点？看你要打几点？今天不用做。这边啊，这边。哈？今天不用做。有啊。该多啊，吃的啦。你要几只？啊？你要几只？大都会有人，放心好了，等一下就会有人出现，除了一个人都没有。大概要几只？你跟我讲就好了。三只。你是比较晚出来而已。来，我去丢垃圾。还是要别人剩小，直接裁定剩小。穿那个黑色。对啊，他有没有叫人家？他有没有叫那么多人帮他吗？后来他就叫了。那好的是安尼啊。这样子啊，或者是他买他有六。早上我有看雷达回波图哦，他是从北部开始往下，那个雨开始往下，现在大概是台南以北在下雨。台南以南的话，好像没有在下雨。五百四只而已哦。好。他两只。龙井没人，对啊，没办法。无锡清水沙鹿这边怎么没来这边卖？因为那边没有点，懂吗？可以来。啊，黑呀，就那的。谢谢。
谁呀？这个我爸。我爸。嗯。阿爹的。那我爸。那我爸。没关系啊，偶尔一两天这样子，下雨这个还好。大雅另外一个产能是没什么难度，对，对啊，那个是我同学阿凯在拍的，他今天没什么难度，所以今天每一个场子都很辛苦嘛。这爷爷那边，哎呀，还白，快要买三百，无花拢会使。